他弟啊，你咋回来了呢？回来了。没跟别人吵吵吧？没有，比吵吵还闹心呢。啥事儿啊？谢广坤不是整个女的给永强提亲吗？现在啊，出事儿了。出事儿了？怎么回事啊？那家不干了，在门口大吵大闹的，说那话挺难听的。王回来了。哎，妈，爹。哎，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啊，你爹在广坤家门口碰见烦心事儿了。哎呀，爹，碰到啥事儿了？别提了，都丢死人了。谢广坤不是整个女的给永强提亲吗？人家没走。永强那天喝醉了，跟人家躺一个屋里了，现在人家长不让了，在那大哭小嚎的，非得让永强啊给他女儿在公司安排工作，要不安排呀，说那话可难听了。那永强他爹咋说？他能咋说？现在躲起来了呗。谢广坤那人你还不知道，小事都能整大，越丢人他越觉得光荣。我看那老宋啊也不是善茬，弄不好这事儿就得越整越大，你看咋办？这么的吧，爹，你去找那老宋，让他孩子到我这儿来干。那哪能行呢？那有啥不能行？总比给永强丢人强。爹，你去吧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去啊。好吧，看着永强的面上，我去。这事儿你给我说明白，说不明白我就不走。你给我说明白，你李广坤，你出来！你回来人了，是他人啊？你是他家人啊？啊，你是他家人不？啊，我姑娘搁他家睡一宿就出事了，完现在不管了，不承认了啊？你我告诉他，你让他出来。赶紧跟爹说说去，这多丢人呢！啊，你是告诉你告小坤，我出来。给我拿来工作。你说这英子总在刘能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，想个办法得把他接回来。看你说那废话，我一直不都是在想你吗？你想出来没呀？没有。你要实在想不出来，干脆我去给英子拉回来得了。那不行，你这么做事这么冲动呢？现在有两个方案，第一个方案呢，你说你要去拉他回来，人刘英要不乐意回来，你俩是不是得干仗？一干仗，是不是影响肚子里的孩子？是那事儿吗？第二方案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远去劝他回来呢，刘能是不是得阻拦？他一阻拦，你说我是不是得急眼？是不是得跟他干仗？俺俩一干仗。不也影响肚里的孩子吗？那到底咋办呢？你这想办法想不出来。那你得给我时间呢，你让我静一静，我自个儿好好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哎，要不然这么办，让玉田上刘能家，你就跟英子说，领你出去买衣服去，这不就给领出来了？给你买啊？给英子买，给我买啥呀？刘英现在怀孕了，她只能穿孕妇装。你买完孕妇装，又还回刘能家，你这钱不白花了吗？你怎么净想大钱的事儿呢？这怎么？你怎么这脑子？那你说咋办？咋办？我不要你给我留点空间，我自个进行思索吗？干活去吧。走，干活。你爹呢？他们都出去了，没在家。你有啥事儿啊？啊，没啥事儿。那你让你爹回来给我回个电话就行啊。嗯，拜拜，王云姨。
哎，云呐，哎，有事儿吗？你干啥呢？睡觉呢。你是真躺着呢还是假躺着呢？真睡了。我跟你说哈，就你没在家这几天，我就天天睡。我跟你说，吃完睡，睡完吃，每天都自然醒。你要不相信，这样，我给你拍张照片，啊，完我给你发过去啊。行，你给我发一张过来吧。你说这刘大脑袋啊，一天没事净骗我玩儿。你看这样，像睡觉样吗？穿那么立着。哼，媳妇儿，看见了吧？不是你是不是骗我呢？啊，谁在家睡觉穿那么立着睡觉啊？刘大脑袋，你是不是开始嘚瑟上了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在村里，你就搁村里想干啥干啥了？不是。云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爸咋回事呢？穿衣服，我早上起来了，起来我衣服穿上了，穿上完我寻思做点饭吧，没完又困了，我就躺床上就睡个回笼嘛，这忘脱了衣服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村里我有好几个眼线呢，你要敢给我嘚出别的事儿，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没事儿啊，媳妇你放心吧。哎呀，我你还不放心吗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怎么整的呢？怎么穿这衣服呢？这是。咋的了？我瞅你，姐，老刘不是那样人，瞅你。他是不是那样人？但我跟你说，从哪长贵这一离婚，村里人全都浮躁了。是吗？刘能说的吧，这作风问题传染，你说能不？你净瞎想，那玩意儿传染吗？是精神作用吧？你是。爹，多丢人呐！赶紧给永强打电话，无论如何给人那女孩把工作安排了。云爹，我分析也是，咱不能因小失大呀。我就搁这儿瞧，我就，你躲我是不？你给我出来！你要不出来，行，跟你没完！你们都回去吧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咱们确实不能因小失大，咱不能因这个女孩是吧，影响咱家的声誉，丢了咱家的面子。起来吧，我还没胜利呢。你已经胜利了。那我没看到胜利的结果啊。有结果了，我给你结果。你给我啥结果啊？我女儿不愿意看到你在她家门口这么丢人，说给你女儿安排工作，到我们那儿去吧。是真的吗？我还能骗你吗？骗你当饭吃啊？走啊！太好。爹回来了。刚才王云姨来电话找你，让你给回个电话。哎，王爷呐，你给我打电话了，啥事儿啊？啊，我也没啥事儿，就是我托付你那事儿，你可别忘了给我办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交代我的事儿啊，用你家刘大脑的话，那是必须的。啊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。嗯，好。是王云吗？是。你呀，多管这事儿，
啥用啊你？啊？你说人家都求咱们了，我也答应人家了，能不管吗？我这人热心肠。你管倒行，想出啥招了没有啊？最好是让刘大脑袋躺家里睡觉，不出屋。要想睡觉，除非吃点安眠药啥的，那不出屋。安眠药不行，你万一吃多了，他也许醒不来呢。哎，你过来。你看站着行不行啊？给刘大脑袋喝酒，喝多了躺炕一睡就是一天。那你说让他喝他就喝咋的呀？给他找咱家来喝来。上咱家喝，你买酒，你还得买点菜不得？你钱呢？你看你这人，是王云求咱们的，求咱们给他办这事儿。咱们还得给他供吃供喝，完咱还得搭着钱，那还有天理吗？你放心，这都让他出去，啊，那能好吗？那有啥不好的？你放心吧，我插到药倒是。那行，那我坐下了。嗯。哎，那万一大脑都不来咋整啊？不来，你就说我过生日。你那生日还有八九个月呢。为了这事儿，咱提前过呗。你想想啊，这个酒菜饭菜，这都得是王云消费。大脑袋一听说我过生日，他能空手来吗？啊？你放心，里外咱都赚。放心吧，赔不上。爹，做饭了。啊，还有一菜，完事儿了。我去吧，咋做饭那么早呢？早点做，早点吃。我让你今儿天挺好，完我溜达溜达。行，溜达溜达行，出去散散心，别老在家待着。哎，兄弟，我这正要找你呢。啥事儿，哥？哎，我今天过生日，你得给我捧个场啊。我现在都不是总经理了，我能捧啥场啊？你就不是总经理，你也是我兄弟。哥这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好钱我跟你好，你不好钱我还跟你好，这才是你哥。谢谢哥啊，这个难得你有这份心。那行，那我去。哎啊，不，我去我是不是得给你买点啥呀？不是，你别多想啊，你不是那意思啊。啊？我说你别买太贵的，哦，那行，那我上大脚超市里看看，给你买点啥。哎哎，对对，上大脚那儿啊？啊，哎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，你就不用去了啊，你回家等着去吧。啊，不是你不知道我喜欢啥，那这吧。啊，你亲自你选呢？啊，爹，你说英子怀孕了，在我老丈人家，他们能照顾好吗？这个你担心的没有必要，人家条件比咱们条件好多了嘛。那条件好有什么用啊？我老丈人那么抠，有好东西他能拿出来吗？我看也是，哼，你说那英这个刘能家，他说吃不好也就算了，咱也不能苦了肚子你抬着，对不对？要不说，你们去看看去，这英子在那真是吃不好，咱直接把英子就领回来，这算一个理由吗？啊？哎呀，你们担心的。吃喝都是吃喝，我担心的是别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担心？哎呀，你们吃吧，我去看看。去看看去。哎，大脚。哎哟，你们俩咋一块儿来的？我跟我兄弟来的。那刘能，你不是不能来大脚超市了吗？特殊情况呗，是不是你媳妇儿给你下特赦令了？啥特赦令？我又没犯罪。那个啥，我哥今天过生日，然后让我参加生日宴会去。我说那我不能空手去，我得表示表示。我就领他来了。我说你相中啥的，我就给你买啥。啊，过生日，完你送他生日礼物来了。对对，给我拿个袋。来来来，哎。
在这儿，自装吧。哎，有大点的吗？没了，再有那后院有个车，那乘车拉了。那也太狠了吧！那不用，你再给我拿一个，拿一个。真气，咋的？你要把他给吃穷了？我们哥俩的感情好，你还嫉妒啊？再给我拿两箱奶啊！上好拿啥去啊？哎，大娇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哥过生日。等你过生日那天，你看我咋表示，比他得多得多。拉倒吧，我可用不着。你以为我像他一样啊，占便宜没够？哎，选好了。哎，算账了啊。算吧。嗯，抽好了啊。哎，两箱奶，这是49。再加上他一两，嗯，好，看见没？256。把零头抹了。零头要抹了，那你可就是250了。250就250，没事。别去，那250，那也不你交钱，那我付费，那250那不是我吗？256啊，那个什么，记账上，记王云账。你要再记王云章，那他这一年工资都没了。那就记明年的呗。妈，哥你太狠了。你咋那么损呢你？走吧。啊，你拿那个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走了，大家啊，生日快乐啊！哎，好啊，好嘞，得行。呀，幸运来了啊！也真好，今儿别走了，搁那吃饭啊！啊，行。呀，来了兄弟。呀，老四来了。兄弟，你看来呗，看不着你了啊！你买啥东西呀？你看，应该那个啊，我给你杀鸡去啊！啊，一会儿咱吃饭喝酒啊！哎，好。庆爷，那什么，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呢？今天不是我的诞辰吗？诞辰，嗯，你这啊，平常我要你多学点文化，你这一点知识也没有，诞辰都不知道。兄弟，我问一下，诞辰是什么意思啊？诞辰就是过生日，他在那转呢。明白没？这回诞辰还是没明白。我不刚告诉你的吗？那你们。你们淡吧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你瞧这还亲家呢，一听说我过生日跑了。你啥时候跟人说过生日了？你跟人说诞辰吗？我发现哥哥你就爱拽，你把书面语言整上来干啥？就是诞辰那得大人物叫诞辰，你就是过生日。这个时候你说我拽啥玩意儿？要不他也得给我买点东西。走。永强。燕南，有事啊？工作的事儿我跟领导说了，可是领导的意见还是想让我回去。哦，燕南，你看我这两天这比较忙，要不然你再坚持两天，我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你。那好吧。谢谢你啊，燕南。你还跟我客气啥呀？行，我上果园去一趟。嗯，你先忙。哎。
谢谢。爹，爹，过来吃饭呢，都是。广坤，好爱找我没听着啊？吃饭呢？来。哎呀，吃啥吃啊？我哪有心思吃饭？你说咱家这日子过的呀，到现在为止是最低谷的时候。干啥啥不成，我说谁谁不听。本来这个事儿是咱自己家的事儿，永强要真答应了给办了，我这还有点脸。这可得好，让王老七给抢先了。你说以后，哎呦，我怎么见人呢？你说呀，长山呢？啊，你给我买点口罩。爹，买口罩干啥呀？我没脸见人。爹，口罩我倒能给你买，但那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。我分析现在我们主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脸挣回来。哎，长山，你说这个对呀。你们看看，校长就是校长，你看人分析的。长山，你再往下给我分析分析。你看啊，现在呢，咱就得用大力度让永强去把这个宋清莲叫咱们家上班，对不？这脸就找回来了。这倒是啊，关键永强他能同意吗？我去找永强说。哎哎，说去就去啊，把饭吃完再去啊。现在饭吃不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脸面问题，是不是爹？长山呐，爹没白疼你，是我的好姑爷，你比我儿子都强啊！爹，我上回说买房子那事儿，你先把我脸找回来。哎啊，哎，爹，来多吃点菜。哎，还是我的闺女啊最心疼我呀。不是啊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啥时候你那眼睛彻底闭上了？咱这家就太平了。就你最烦人。你站着干啥呀？我凉快凉。谁让你在这凉快的？那象牙山那么多风口呢，去上别地儿凉快去，别在我家门口站着，听见没？这会儿风大。去你家门口站着去。搁这儿行，就搁这儿吧。我让你走，你听不懂啊？听不懂。为啥听不懂啊？我不想走啊。你想听原因吗？不想，赶紧走吧。你想不想我也告诉你。不，你有啥可说的？你赶紧走，听见没？啊！自打王云走了以后，你看你这车水马龙的，我给你站岗。我用得着你站岗吗？你回你家站岗啊！我这不需要你站岗。我站岗怎么的？你不走是吧？那你不走我走，我锁门啊！不，那大可不必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行吗？走完了，谁让你站那儿的？你走远点儿。这不是你家门口啊，还不行我待吗？那你就站着。喝一大口啊！放心吧。嗯，姑娘，嗯，吃点啊。嗯，兄弟吃菜。你这酒量是真行。关键菜好，
嫂，你这鸡炖太好了。妈，我吃完了，回屋了。叔，你们慢点喝。不吃了。嗯，我先回屋休息了。嗯。好。主任，看这英子呀，我看得快生了啊！到时候咱得搞个活动庆庆嘛。那是必须的，到时候你得来给哥捧场啊。那也是必须的嘛。来啊！那我今天就是正式通知你了。来来来，大点口啊！大点，来喝，大点。嗯，看见没？一拇指下去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看有啥话你就说呗，这自己兄弟搁这也没外人。你看，咱俩呀，今儿个请兄弟吃饭，主要给兄弟陪好了。兄弟，你多喝点啊。啊，对，那个你哥那个没啥酒量。啊，对，兄弟，你得喝好了，特别是你啊。嗯。这个，你看我大口，我就大口，这不一直喝着吗？嗯。但是有一句话。喝酒这里头有一个酒令，你知道不？不知道什么酒令。三人同行，小弟受苦。那哪是喝酒的令啊？嗯，不过哥，你说的我明白了，就是啥呀？就是我多喝点，是不是？因为咱仨在一块儿，我就是小弟嘛。行，你这样啊？你看这么喝行不行？你呢，喝半杯，我喝一杯，行不行？我喝半杯，你就来一杯。比酒量吗？这不是，来，我先给你倒。哎，我兄弟这海量，有点量，来吧。哎，哎，你这喝完了，你看一杯下去，那得啥效果？你看，哈，行，你就可以了，可以来。这家伙浮溜浮溜的，但是啊，但是别着急啊，我还有个要求。啥要求？这么喝可以，但是必须嫂子也得跟着一块喝。你嫂子陪，你还能喝吗？我出这主意行不行？他要再喝半杯，那你还得来一杯啊！我们俩就来俩半杯，你来俩大杯啊！必须的，必须来吧！行，嫂子，那个兄弟，你多喝点，我酒量不行。那不行，你今天啥日子？你别忘了，我哥过生日吗？拉倒吧，什么你哥生日？是我生日，诞辰嘛。那对，哥，我跟你说了嘛，那诞辰可不能瞎说。诞辰，生日，生日，对，这是就生日，是生日哈。来，你什么？来，你看我干了啊！我你瞅着点，我这也干了。大手啊！嗯，兰儿，真行，兄弟海量。哎呦，韭菜，赶紧韭菜。来吃狗菜不算，来，嗯，这酒量，哎呀妈呀，酒还有一瓶呢哈。给兄弟倒点，倒，来。高兴，随便，晚上啊。哎呀，请进，姐夫，来坐着，看文件呢。啊。哎呀，这么晚来有事啊？啊，没啥事儿。你看你这个公司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过来。看看你，有啥事儿你就直说，别在那拐弯抹角。嗯，确实，我还带来点咱家人的意见。嗯，我听说那个宋清莲在小萌那上班呢。啊。永强，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现在的局面。人家宋清莲呢是奔咱们家来，你说你给放到小萌那上班，我觉得不合适。另外呢。咱爹把这事情跟我说了，你也了解，咱爹是个好面子的人。你说你把他放那上边，咱爹这脸往哪放？小萌呢，正好需要人。你说再说，我这也不需要人呢。永强，你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嗯？你说你这么大个公司，差一个人吗？你就让他来随便干点啥，给他一月开俩钱儿，嗯？就是你供他吃，他能吃多少？你让我再想想吧。永强，你这么些年你就不听我话，你要是早听我话，你信不信？你公司得比现在大十倍。行了，姐夫，我打个电话问问行不？干，姐哥。哎。哎，打点。
没啥喝的。旭哥，哎，你在我宋书贵心目当中，这个广坤都不提他了。这人我跟他处不了。以后你用着我宋书贵的地方，七哥，你尽管支持，你看我到位不？好，咱就当哥们处啊。来，吃来。谁电话？永强打过来。永强电话，把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说两句。哎呀，我估计那工作他给整的出了反账了。孩子电话你接什么？孩子，出去啊。嗯。来，老宋，永强，吃菜，吃菜。永强，啥事儿？小萌，我有个事儿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啥事儿？你说。那个宋青莲的事儿。宋青莲不是要上你那上班吗？我爹觉得这个事儿吧不是我办的，他觉得挺没面子。你也知道咱爹平时要面子，他把面子看得比啥都重要。要不你让宋青莲上我这上班来啊？这事儿啊，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吧。行，好。咋样？小萌说问问。永强想让宋青莲上他那儿去干。不都定好的事儿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变化了呢？他爹让的。嗯，你看看，我姑娘还成香饽饽。要不就按照他爹的意思办得了。他的意思？他爹呀，在谁那干还不是干呢？那不行啊，他板上钉钉，这事儿都定好的事儿了，说变就变了。爹，玉哥，姑娘就听你的，你说算，你说搁哪就搁哪。来，哥啊，接着整。不行了，行，我不行，不能再喝。不是你不喝不行啊？啊，我还没敬祝福酒呢。啊，祝福酒咋着？老弟，衷心的祝福你啊。嗯。生日嘛，祝你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松不老。来。寿比南山，不老松。他怎么说出生不老呢？那不一个意思吗？对，嫂子明白，都一个意思。寿比南山松不老，为什么不说寿比西山松不老？西山的，对，它不好听啊，日落西山嘛。啊，没了才说日落西山，那就东山呢。东山。啊，东山也没啥讲究吧？东山再起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啊，东山再起，来来来来来，走吧，来，东山再起，来，东山再起啊，来，全干了啊！来吧，接着来啊！哎，小萌，爹怎么说？我爹说那意思还是让青莲在我这儿干吧，都跟人家说好了，况且我这也缺人手。嗯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吧。嗯，好。这个啥意思？这是他那边忙，正好需要人。永强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办什么事儿吧，你得坚持。那怎么能算了呢？你再坚持下，你再打一个。姐夫，我太了解小萌和他爹了，就这个事儿，再怎么说也就这样了。我也太了解咱爹了，这个事儿呢，如果就这样了，你这也消停不了。行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啊，我先回去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让我进来的。这怎么的？不成夫妻就成敌人了？啥态度啊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咱们就打没有那么深的感情，
说我们毕竟过了那么多年，谁到了大脚啊，你就没有一点留恋的地方吗？你留恋也好，不留恋也罢，我呢老想着。刚才我还想，过去你跟李府闹别扭，喊我来给你作伴。行了，你说那没用那干啥呀？你扯那么老远有用吗？再喝啊，哥，东山再起啊，东山。完了，哎呀，口听了。行了，你俩睡吧，我干我自己事儿去了。哎呀，喝什么的？这再连一句干，这东人在起。我跟那苏玉红真没事儿。你别跟我提苏玉红。不是我得提呀，我说了，你别跟我提苏玉红，听见没？那你给我出去。我。你给我出去。他是真没事儿啊，我。出去。你说出去，出去，你听见没？唠一会儿呗。王长贵，你要是不出去，我可喊人了啊！喊谁呀？喊刘大脑袋呀？这都几点了？喊谁？谁能来呀？好。有人吗？来人呐！刘大脑袋，到。你咋那么快就来了？其实等会儿你找我，看见没？这咋行啊？你比曹操都快。大娘，你坐这儿，我来处理。来，坐。王掌柜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你是曹操，比曹操都快。曹操。是奸臣，乃小人也。你说我是曹操，说谁曹操？说你呀、啊。你说谁？你再说一句。你说说你怎么的？就说你的。哎呀，干啥呀？往哪靠？往哪靠？不是你动啥手啊，王长贵？他往哪靠啊？他靠怎么了？他乐意。乐意。你再靠一下，你看我削你不？来，削。你再靠一下他。削。来，王长贵，你想削他是吗？你再看我就削他。行，我看你咋削他。来，大脑袋。干啥？大脑袋。干啥？哎，我看你，我坐腿上，我看他怎么揍你。哎，你就别动，坐着。来，你揍他吧。揍啊！哎呀，大脚啊。你真行，你行，行。人都走了，赶紧起来吧。睡着了。睡着你还能说话呀？赶紧起来，起来。哦，我今哪儿都不去了。你呼噜睡觉呀？我在这给你打精。什么精啊！赶紧走，给你家去，快去，起来，快点，有事儿你说话啊，我肯定比曹操来的还快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！你咋的了？
事儿呢？你看脸色那么不好，到底咋的了？哎，看着不该看的了。你看着啥了？没法说呀。爹，别让我着急，有啥不能说的呀？你说呗。也是，有啥不能说的？人家能做，咱有啥不能说的？说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妈不是谢大脚啊，就搁这坐着呢，大脑搁这站着，他一把薅过来，坐他大腿上。真的假的啊，爹？赏心悦目啊！你怎么不制止呢？傻孩子呗，说傻话，咱搞啥制止啊？咱都跟人家不都离了吗？哪有权利制止？爹能做的就是看看看呢。